Não, não, pode vir.是平面吗？选择，我是。这里我能看到是吧？高度，宽度。宽度。然后嗯。这里是90度。就是旋转轴是吧？对，旋转轴90度。然后这里这个地方。改成旋转的模式。旋转模式。这个地方输入直径，直径是那个打标的东西的直径。好了吗？然后点这个，编辑，然后点这个，对这是吧？对这。然后再点，你看看那边就动了。再动别的。再往这边来一点点，再往右是吧？右来一点，可以，差不多。然后把这个按上来，这个换气按上来以后，它就不通气了。不通气，然后点那个打印。模拟是吧？这是模拟。一个完成了。没气啊，是吧？然后我把它升上来，然后。它怎么回事的呀？你有远吗？我放弃试试。